归。断尽你拳头不松手，过河的卒子不后退。把你们的军舰开出长江口，否则一个时辰后我们就开炮。送客。你敢挡东王的大驾？东王大也大不过天王吗？什么？敲锣，给我敲！怎么了？启禀殿下，天王府的黄门关竟敢不让我们走这条街，又不准鸣锣，还说东王也大不过天王去。哼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把那个黄门关给我押了。是。东王，东王，别跟无知的人计较了，咱们走吧。不行，这天国连点规矩都没有，那还了得吗？东王，东王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是天王府的黄门官呢，不看僧面，看佛面，训斥几句就行了。你也太不懂规矩了，连东王的大驾你都敢拦，还不快给东王赔罪？敬了东王的大驾，臣罪该万死。你该不该死我管不着，回头叫你的天王处置你，他一高兴给你升个官也未可知，那算你的福气。东王饶命，东王饶命啊，东王饶命啊。现在我要去见天王，问问他是怎么管束他的下属的，他若管不了，我来替他管管。请东王息怒，为这点小事儿犯不上惊动天王。再说殿下不是要亲自巡城吗？这才走了半个城啊。不行，进天王府我要灭尽天王。
为什么不开门？我要见天王。回禀东王，已经派人去禀报天王了。没有天王的圣旨，没有人敢开圣天门。连我也不行吗？我想，如果天王知道东王驾到，一定会亲自到圣天门，请东王入内的。哼，我看到底开不开。东王闹得也太不像话了。陛下，该下一道诏旨斥责他了。朕的诏旨也抵不过神的诏旨啊，他会搬出天父来的。那就这么忍下去吗？都闹到家门口了，也不给他一点颜色看，他要得寸进尺。就是再说了，也令天下人耻笑啊。天下人耻笑谁呀？是他还是朕呢？当然是陛下了。不过是笑朕懦弱无能罢了。但是会不会说他是欺君罔上呢？那倒会说，可说有什么用呢？这就够了，让他真够面子，出尽风头，终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吧。天王，东王派人去叫北王和文武百官去了。好，他要干什么？哼，还不是想耍他的威风，出陛下的丑。刘央还绑在广场的柱子上呢，这不是反了吗？再这样下去，小臣辞官。老臣也不干了。对，我们也不干了。哎，东王为天国出了很大的力，功勋盖天，朕心里非常敬重他。朕都让他三分，哎，你们这是何苦啊？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天王在一味退让，天国将异姓，我等将死无葬身之地了。你们这么看，是不是朝野内外都这么看呢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，啊，都起来吧。朕自有道理。为了天国大事，朕愿退避三舍。俗话说得好嘛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更何况我们还没占有全天下呀。臣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哈哈，爱卿啊，来有什么事？臣巡查城防，路过天王府，黄门关刘央出言不逊，居然挡我的驾。天王看该当如何处置？哈哈，他不懂规矩啊，冒犯了爱卿。爱卿就杖责一百吧。啊，那不太便宜他了吗？这样无父无君的人既可视为妖，有妖不除，那还了得吗？那就听凭爱卿处置吧。那好，将那个女妖
给我拉出去斩了！东王饶了我吧！东王饶命啊！东王，慢着！天王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这天王府的事儿也要东王来处置，长此以往，不就乱了吗？你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就叫天王府刑部去议处吧。朕乃天父，众小子们听着，不要以为进了小天堂就忘乎所以，每一个人应严加管束自己，洪秀全也不能例外。而身居宫中不理国事，又纵容臣下，连你的门吏都目无尊长起来了，这还了得吗？恕我失察之罪。而有过失不止一件，而知道吗？我有过失。屡有过失又不改，当杖刺史。天父息怒，如若杖天王，小臣愿代天王受过。小臣愿代天王受过。尔等退下，任何人不能代他受过。天父息怒，秀全愿受杖责。哥，天王，天王，哥，天王，天王，尔等退下，尔等不能代秀全受过。外面什么人在喧哗？啊，百官不走，都跪在那里请命。请什么命？他们要求天王要自强起来。谢谢各位，天父责朕，朕不得不服啊！各位回吧。就说过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
现在是时候了。天王，现在怎么办？天王怎么办？要是打开秘密回京，他回来以后，只准他和韦昌辉两个人见朕。石达开就在城外，臣马上派人去找，绝不可叫东殿知道。是，东殿现在正是义德之满之时，他认为百官已经服服帖帖，连天王已经挨了他的打，还有什么人敢对他说个不字呢？听着，从今天起，天王府要严加防范，任何进出的人要严加盘查。除了天王府的拍刀手，臣再去调3000兵来。不要露出任何痕迹，内紧外松就行了。外面巡逻的人要换上民装，不要叫人以为天王府出了什么事情。臣懂了。你总算明白过来，不挨40大板，你还说杨秀清是好人呢？哼，让天下人说话总比朕一人说话好吧。让天下人看清非朕负人，而是人负朕。天王还想依靠两面三刀的韦昌辉？韦昌辉也靠不住，早吓跑了。你还有心思这么逍遥啊？怎么了？天津城整个都要翻个了，这杨秀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啊？啊，他连天王竟敢动手打呀！哼，他这是，试试风吗？试什么？试试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的分量。试试他在太平天国有多少人心。结果呢？哼，他是大失人心呐，人人都看出了他的狼子野心。哼，他可不这么看，正相反，他高兴极了。他当众责打天王，跟打我和打秦日纲不同，结果是谁也不敢怎么样，只有我请求替天王挨打，可天王自己呢，他甘愿挨打。这个杨秀清他高兴极了，他认为谁也奈何不得他了。想不到是这样，要是南王和西王活着就好了，他是绝不敢这么张狂的。哼，龙越多越不下雨，龙越多越打架。其实我倒觉得最傻的还是杨秀清，他只有野心却没有权术。他倒霉的日子不远了。不可能，你看天王的逆来顺受的样子，他天生是个弱主，他叫杨秀清啊彻底给拉下马了。爹，你把天王看得也太简单了，就是10个东王绑在一起也斗不过一个天王，你信不信？爹，天王他太高明了。怎么可能呢？当着臣下矮板子，吭都不敢吭一声，这脸都丢尽了。威风扫地，那还有什么高明而言呢？他这是隐而不发，也是右蛇出洞。哼，让杨秀清的丑态大白天下，让天下人群起而诛之。到那时，他就顺应了民心，会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把东王给削平了。否则，东王的根基那么深，在外边又有那么多领兵的将领，动了他岂不是天下大乱？现在是时候了，天王要是不动他，反倒失去了人心。你说天王他不高明？既然天王早就不喜欢他，
那为什么又给他那么大的权力呢？都是王，他要节制诸王。打江山得要人呐，你总不能让天王自己上阵去杀敌吧？你说现在到时候了，我不信。等着吧，用不了几天，他就会叫我过去。他肯定把我作为朱阳的一把利剑。你可不能出这个风头啊！怎么了？你不是早就恨他恨得牙根发痒了吗？怕了？我不是怕，我是担心你在青史上留个犯上的名。这朱逆和犯上，这有时候他差不多，就看这历史他怎么写了。你要是胜利了，不就是你写了吗？啊，哎，这还有翼王燕王呢，这种事儿就让他们去干吧。不，不能让，这是权柄，岂能拱手相让？哎，这杀人怎么又成了权柄呢？哼，谁讨逆朱阳，谁就立了大功，谁就在天王面前讨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。何况除了天王之外，只有东王一个人压在我的头上。哎，你弄不好会把为师一门的身家性命都搭上的。正是为了为师一门的身家性命，才必须铤而走险。滇朝才建立这么几年，怎么就出现这种事儿呢？哎，那御剑怎么办呢？这和御剑有什么关系啊？要是灭门的话，那御剑不是在劫难逃吗？嗨，这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吗？都是你，非拿御剑去买好。早知如今，何必当初呢？即使料到了今天，当初也没有错。委屈了一个御剑，换来咱们韦家一门平安，哎，这有什么不好啊？何况这杨秀清至今还没有对我产生什么怀疑嘛。启禀北王，东殿一切照常，没有加岗，好像在庆贺鼓乐齐鸣。哼，他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蠢人，他真以为天下都是他的了，居然毫无防范。天王府呢？表面看呢没什么，可出入盘查严了，什么东西都要打开查验，好像还有便衣走来走去的。哎，我洗完了，你去洗吧。在想什么？啊，我害怕，不寒而栗。别怕，有我。越是有你越可怕。你怎么了？老是唉声叹气，你还有什么不知足？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？你对别人都冷冰冰的，唯有对我不这样。你知道就好。我愿意看你的笑脸，可是你总是满腹愁肠的样子。我也想笑，可我笑不出来。这不是因为我自己，而是因为殿下。
胡扯！我有什么事让你操心呢？殿下对我好，我就应当报答殿下，你说是吗？我不用你报答，你多给我点笑脸就行了。殿下关心过别人的笑脸吗？你关心的只是别人恐惧的脸，卑下的脸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殿下，我说的不对吗？看着别人被你吓得不敢抬头，在你的杖责下恐惧的发抖，我看你这时候是最满足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可人活在世上，不单单是权力欲的满足啊。权可以成人，也可以毁人。古人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怎么教训起我来了？我怎么敢教训殿下？殿下之荣，也是臣妾之荣。殿下之辱，也是臣妾之辱。殿下和臣妾，一荣俱荣，一辱俱辱。我说的对吗？说的对，还有什么话说吧。殿下知道吗？殿下千不该万不该当着大家的面责打天王。你打在他的身上，疼在大家的身上，冷在大家的心里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能怎么样？我打他是带天赋打他，我又不想篡他的位，我是要让天下的人服我，不然这么大的国家怎么管理？天王除了在后宫和女人鬼混，他什么也不管。我本来要把他的丑事给他亮一亮的。哎，你知道他纳了多少王娘吗？几十个呀，这还是有名有姓的，我不该责打他吗？天王那多少妃是合乎天朝朝规的，他并没有抢男霸女啊。况且天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，是圣洁的。你打了天王，人们就会恨你，你想到了吗？我不怕人恨，早就有人恨我，我知道，我还恨呢。我为天国操碎了心，可有谁对我感恩戴德啊？天王还不知足，他整天吃喝玩乐。他，你口口声声说天王吃喝玩乐，这是不对的。我冷眼看去，天王是一个极有心术极有城府的人。他现在怕你，是因为你有天府脱降之说，总有一天他连这个也不怕你了。什么时候？难道他敢违背天父的意志不成？他敢违抗，陈妹妹也不答应。天国里的人都信天父，可你杖责天王的时候，有那么多人在哭，那么多人在要替天王挨打，你没有看到吗？我看到的都是愤愤不平之色，没有哪个人说天父惩罚的大快人心。哎呀，说来说去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嘛？你可以挽回一下，也给天王一个面子。你可以借着天父的口气来慰勉一下天王，他有了面子就不会难为你了。天父下凡那是天父的事，怎么可以说下凡就下凡呢？救救
那曾国藩有调兵遣将的动向，好像要攻打武昌。你回去禀报义王，红山在我李秀成手里，绝不会丢的。嗯。东王府祝寿的那一天，我扣了你一身寿桃糕，今天我又替父王来送信，真是有缘。嗯，你有什么真本事？这让我怎么说呢？实话实说。天王和东王也没这么问过我呀。那你是不想回答我了？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呐，我从小就种山帮工就食，八九岁时跟舅舅念过几年书，十岁起我就下田干活了。若没有拜上帝教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新旺村种田呢。像我这样一个人，只知道感恩认真的干，我有多大的本事？你还真谦虚。不过有人断言，在不久的将来你会成为太平天国的一大柱石。这可不敢当，这是什么人信口雌黄？你敢说我父亲信口雌黄？义王。嗯，那是义王看走了眼。其实啊，我没那么大的本事。可是他也说了你一些弱点，你想听吗？你要是想说，我就想听；你要是不想说，我也不勉强。他说你软了一点，容易计较。其实啊，我身上的欠缺之处比这还要多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没想承认你这些缺点。我父亲看人从来都是入骨三分，从来没有看错。好，我要走了。好，告辞。爹，我跟他说你说他软，我看呀，他脸都变了，不怎么认账。哎，你听见没有啊？啊，听见了。听见什么了？你不是说火是账吗？爹，你真会打岔，是不是又出什么事儿了？没有。你骗不了我，今天天天来人送他一封信，是不是为这事儿？天天有信，由东王告谕，也不值得发出。这封是天王的密诏，让你星夜回京，对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偷看了。死丫头，我若是别人偷看了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那别人也不是你的女儿啊。你都长成大姑娘了，还这么调皮，一会儿劫发场，一会儿抢洋枪，总是让我操心。你知道我这一天有多少烦心的事吗？啊？那你把这些烦心事都告诉我，不就都没了吗？我现在长大了，什么都懂。是吗？嗯。是。那我请你帮我拿拿主意，天王让我星夜回京，我是去呢还是不去？这一去是凶还是吉呢？嗯，君命岂可违，你回去是非回去不可了，可是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事儿，我才能判断是吉是凶。义王。外公来了。外公。啊。义王，去吧，到那边去玩吧，我们走的时候叫你。哦，没人作伴时你怎么不赶我走啊？外公来了你就翻脸不认人了。啊，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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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快船已经给你备好了，你连夜就走吧。再想一想。你说会不会与天王挨打有关？我看相，大概天王已经忍无可忍了，不然用不着写密诏。如果是这件事，那就更有风险了。
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天王决心除掉杨秀清，把我召回去动手，另一种是要讨论个对策，让我在东王和天王之间搭一座桥，使弦上的箭松下来。我看无非就这两条。是啊，若是征战上的事，令都是出自东殿，天王不用操这个心。岳父，你以为韦昌辉这个人怎么样？家里不是来信说了吗，那么多人跪在后林院请天王自强，韦昌辉却不领这个头溜了。这个人太心急，他看东王的势力大，早早把妹妹嫁过去，他是在保全自己。不，韦昌辉不是个保自己的人，他是要夺实权。他嫁妹讲和，不过是马匹东王，仗其眼目。即使东王不算计他，他也会算计东王。那你也犯不上和韦氏结盟。他这个人名声不比杨秀清好，杨秀清专横在明处，他是在暗处较劲。如果让他们鹬蚌相争，你坐收渔利，岂不是更好吗？但天王也未必不知韦昌辉的人品，也未必对他放手，所以才想到了我。这韦昌辉就坐镇天津，他用不着千里迢迢招我进京了。好吧，那你就回天津去吧。武昌战事没有什么大事，曾国藩在扩军，训练新兵还得有一段时间。我是偷偷溜出来的。他打了天王，这是件好事。是好事？天王挨了打，连屁也不敢放，我想去给他传个信，连大门也没让我进，胆小得如此地步，别指望天王了。杨秀清立令致婚了，他打了天王，他在众臣民中就声名扫地了，这样的乱臣贼子人人可以得以诛之。你还干嘛愁眉不展？快出头喽。天王不动手，谁来动手呢？东殿党羽遍布天下，稍一走漏风声就完了。成大业者当为此人。他太圆滑世故，成不了大事。那就看天王的态度了，如果天王让他干，那就是受王命，他一点责任也不担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们都没危险，可你我已经背上了帮妖的罪名，唉，说不定哪天被杀头。我看别人指不上，你手握重兵，又在天津外围，应该早做打算。我不是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，我手下出了本部兵马20000，还有陈玉成等四位丞相的兵马加在一起有60000，杀回天津去是不费吹灰之力的。我以为还要静观一下事态的发展，再看看天王的动静再说。唉，你在兵营里安然无恙，我可像在天津的大牢里。唉，我今天不能再回去了。不行，杨秀清一旦发现你失踪，他就会疑心你是畏罪逃走，他就会警觉起来，你必须回去。海沉珠气，我看现在是刚刚亮了闪电，雷声马上就到。